走，慢慢逛，慢慢吃，慢慢喝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买东西系的朋友哦，提醒大家哈，5块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用原油券。哎，原油券怎么来啊？买还有块钱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要花90块钱去买原油券，就让你拿到100块钱的兑换券，也就是9折卖给你哈。这么好康，请大家先到我们红，对不起，我们橘色跟白色的帐篷那边有3个帐篷，有没有哈？去那边呢，来兑换一下我们的原油券呢。那么今天呢，只要90块钱换100块钱之后，你还可以得到一张摸彩券，哇，那也叫好康，不对。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要准备这么多的好康给大家。摸彩券呢，在我们11点的时候呢，长官致完词，做完我们今天的开幕式之后呢，会抽出第一部的脚踏车，而且是捷安特的脚踏车。那也叫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哦，我们呢有这个铁马道哦，有很多爱骑乘的朋友哈、爱铁马的朋友会到我们这个东市啊来骑骑乘风一下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在长官致辞完了之后呢，就是11点的时候会来抽出捷安特脚踏车。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，我们分别会抽出什么呢？由我们古关，刚刚我们讲啊，吃在东市哈，系统东西哈。那我们泡汤在哪里？驼谷关哈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的古关的温泉水啊，造就了日本天皇一举得南，你看看，那也叫厉害哈。所以要洗好洗哈，讲来哈，赶快去泡一泡，好不好哈？让大家呢神清气爽，男人呢身强壮，女人青春美丽哈，然后老人呢哈，哎，当假发姨哈，今那个。